来，给你邀请好不好？赶快来，去舞台顶间开一下金表姐，来，帮我先邀请一下，谢谢大家。整片啊，咱嘞这边啊，先来做好了，咱放奖金来。啊，咱姓赵嘞，我常来讲，咱姓赵是咱嘞最神，其实嘛不是神，嘛不是仙，嘛不是佛啦吼，伊是一大多一个无形的创造咱天地一个。闽南讲神圣，这主人呢，是咱的天地，是一个咱所爱有这天地，咱的众生呢，就是有五级圣祖来所演化，哦，伊并不是神，不是佛，不是仙，所以咱圣祖会使传天下呢，就是上界尊重的最高的一个。那么简单讲，咱那么一般来讲，就是足神圣的神兽，迄个神兽啦吼。那么，咱的大天宫呢，啊，经过几十年来呢，嘛有起起落落，嘛有真辉煌的时阵，嘛有落来的时阵。所以，啊，在这段时间呢，啊，咱的所有委员，啊，甲主任委员呢，大家拢真用心的来经营。那么咱已经，咱即马来即马来开始呢，就咱由咱进位啊，用着公司咱的董事长呢，啊来将咱大天宫呢，五级圣祖呢，将个精神搁再发扬，予咱五级圣祖呢，下当搁再为咱地方呢，为咱万民呢，为咱众生呢，啊来服务。所以呢，而且呢，咱来非常珍贵着。感心着咱进入啊，林东人办事处，啊，所以以后嘛爱靠咱的所有委员，靠咱的所有信众来扶持，把咱大力量会当，以这个五年来呢，会当找到一个新的所在，因为这所在呢，该讲五年，吼、哦，希望咱大家用心啊来经营。这大力宫这五年来，会当来找到一个新的所在，哦，所以而且啊，借这机会甲大家报告，因为咱啊，恁办事长呢，真用心，要予咱大力宫搁再发扬，所以而且啊，拜托大家来个大火气，而且祝大家呢身体健康，啊，祝大家家庭美满，予咱大力宫永远长寿，感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，多谢。刚才咱播你的大拉力哈，那么咱大拉力的周队长，新民龙先生有要起来舞台顶讲几句，安尼啊，才客气，好好。啊，你尽量甲接啦哈，啊，谢谢，感谢安尼哈，来。